喽，你好，我是诺斯。好，今天的话，我们来继续进行我们生涯模式。那今天的话，我们是要面对的是在这个东区里面、排名第七的这个迈阿密热火队。那今年的话，我们来看下整体的这个阵容啊。其实今年我个人认为，除了 Jimmy Butler 之外，其实阵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球员啊。也有说像是这个 Hanson Whiteside， 他也是离开去到了这个拓荒者队。那除此之外的话 ，Olenek， 然后 Adebayo、Gordon Dragic， 然后 Justin Winslow 这样的球员，感觉起来，现在迈阿密热火队自从这个所谓的毒瘤那个开始怪赛走了之后啊，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迈阿密热火队在今年可能会很难有一番作为啊，可能还是打进季后赛，但是可能就一二轮游啊。我是觉得他们这一队可能没有办法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阵容。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来对阵他们。那我们今天比赛的话即将开始喽。Young Waiter。好了，那今天就是来到布鲁克林篮网队的这个主场啊。那今天的话对阵的是这个迈阿密热火队啊，可以看到 Jimmy Butler。个人认为现在真的迈阿密热火队整体的而言，他们的阵容啊真的是没有很好。比起我们这个黄金阵容啊，从一号位到五号位，每个人都是基本上至少都快有80评分的一个能力啊。啊，甚至我们 Kevin Durant 还有98的评分啊。而我也有91啊，而我快到92了。如果我在这一场打完之后，有可能就可以上到92了。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速度真的相较起来快很多啊。好，那么今天比赛的话就即将开始喽。好，由 Adebayo 先跳到球。Dion Waiter， 我总觉得以前啊，他可能比较强一点啊。我记得他那个时候他带过雷霆队吧，我记得。那说实在，我对这个球员的印象有，但是不深啊。我说个实在话，他带过克里夫兰骑士队，但有没有带过雷霆队，我有点忘记了，可能都有。好了 ，Nick 进去，直接被火锅，好快攻！先给凯瑞尔宾，尔宾好球，尔宾，来尔宾这边留下这个挡拆，好球进去，直接给了 Kevin Durant 进去要到 Game One， 我们布鲁克林三千枪啊！这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强啊，这个阵容，这个是我给这个我们布鲁克林三人取的一个绰号，叫做布鲁克林三尖枪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组织啊。我总觉得我留这个日本武士头，再加上我戴这个眼镜啊，感觉就像是个日本人一样啊。你为什么要给我这种球？感受到 very very unhappy， 你知道吗？垫步往后，垫步往后，一个火锅盖你头上，嘻嘻，来。怎么把球给我？把卡到我干嘛？还想挡是不是？还想挡是不是 ？Temple 这边守得到吗？守到了。篮板抓下。哎，这个三分球什么？啊，这球没有进。啊，可惜啊，这球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好了。这个挡拆是什么鸡巴挡拆啊，兄弟？进啊！我要死啊！这把我要死啊！垫步往旁边，哦，两个包他一个，他居然还可以进呢！铁路上篮，好球！我算先得分了，哇！第二节才开始得第一分啊，好难哦！今天这把，先给三分，三分，好球！可以。在挡右边，哇！直接打出一个 ，OK， 拿下。一开始居然来了六投一中，直接选择出手，哇！这球完全不守哎，我完全进不了球，七投一中啊！今天真的很惨哎，哇！这个贝兰单打，我们进去像纸糊一样哎，哇！今天真的有点难打。怎样？屁啦！好 ，Rocket， 铁路没机会。火锅。这边 Temple 直接一个好球。我跟你们讲，现在你们看起来我的这个整体战绩很不好，对不对？没关系，你们等一下知道了。我今天至少要得30分的。从旁边切，点，不可能，走到了。
啊，阿德巴约完蛋了！呜呼！再被抢到我就真的受不了你啦！进去给扣篮，呜！好，我说实在，我侧边传导能力还算不错啊。拿下挡拿下挡台，出手！哇，今天真的是完全进不了球，到底怎么回事？现在是怎样啦、啊？你不要哦！我好不容易跑出一个空档，你现在他妈给我吊球，操你阿妈！破锅操你妈！还要水哦，打不出来就用防守来决一胜负啊！有耳兵，内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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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篮 ，and one， 终于开张啦！好来，五分四篮板三助攻啊！来。Golden Dragic 点头中投，这个不会进，拿下篮板。Kevin Durant 你去切入，不能给，那就这样出来。抛投 ，OK， 犯规。先让我罚球罚起来，多罚一点呐、啊，多罚一点呐、啊。我在公园可以躺分，在 NBA 总不能躺分的吧 ？Bio 没有选择中投，选那个禁区 ，Olenek 好球一颗，没办法。底角这个挡拆要挡得好一点啊！绿大总算开张一张啦、啊，啊，可惜这个是一个两分啊！绿大 ，fails， 他们总命中率10%，加油10%！好，再来再来再来，禁区上篮 ，and one， 下半场是我们的，下半场是我们的，我感受到了，我感受到了。平常的节奏就是我们那个布鲁克林三尖枪，各种开顶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这就是我说的布鲁克林三尖枪开顶，就没进，操你妈！好，今年那个三分球大家可以看得到我，非常非常好。好，我传球进度40几%，过关！进攻不行，我还有防守啊！今天四个主攻送出去啊，把他们他妈打的一个个他妈亲妈认不出来啊！哇，进去可能会被打爆哦，你要协防哦。啊，这个协防不了、欸，他直接绿给你看。今天进攻完全熄火啊，但是没有问题啊，我们在超截跟主攻方面的表现，简直就是个大前锋了，你知道吗？选择上篮，拿下篮板。哇，这个篮板抢夺了一个视野，真的不想讲。有没有？好球，并且往右走，右爬，好球！呼，下半场有慢慢回稳啊，真的真的真的感受到了，刚刚体力没有了，破光，可恶！哎呀，这球我只要再用力一点点，那个就是火锅啦。好，今天真的是篮板各种抢啊，得分没问题。哎，我还是帮助到队友啦，现在是80-63啊。他没体了吧？他敢这样投吗？拿下，抛好球，进攻不够，防守来凑啊！今天真的是打的，说实在没有很好，但是防守真的是非常非常到位啊！好球，这边干扰到了，老贝儿，三分球给我来一个，不行，他没有要来的意思，绿的 ，bounce 20。今天28命中率是真的非常非常不理想啊，但是没问题啊，人有失手，马有乱蹄啊。哎呦，你怎么怪换防干什么东西？我只能说名人堂难度真的有时候会让你很难过，就这样子啊。但是明明有些就是空档，然后他会让你完全不进球。先给你，布鲁克林三尖枪，好球。我们有个好处啊，就是当一个人熄火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会跳出来啊。他球穿过我的身体啦！哇，连续两次抢断了 Jimmy Butler， 你他妈好扯哦！哇 ，Jimmy Butler 果然是这个锁防仔啊，他非常非常厉害啊！选择出手，海瑞尔并没进，他们没拿下，底角。选择中投，明天堂真的很可怕。
而且是在 1.03 版本更改过这个这个名人堂整体的难度啊。运筹好球，完了，我直接六班出场了。好，今天信仰还是赢了，你知道吗？哇，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打非常非常辛苦啊。MVP 这个就是我们布鲁克林三尖枪的厉害啊，总有一个人会跳出来，那个人就算不是我 Kevin Durant 也会跳出来。 Kevin Durant 有时候也会戳我啊，什么九投一中我之前也遇过啊。反正总而言之，今天我得的分数还是可以接受，那 Kevin Durant 今天得的分数应该也算不错啊。不过今天最佳球员还是我啊，我是不懂我哪来的最佳啊。之后选择出手，但是至少今天传球视野整体来说是真的不错啊。而今天还有很多出色的火锅啊，这个是我也可能被当作全场最佳球员的一个原因啊。哎，我今天那些火锅啊，那些篮板抢夺，那真的是不好说了吧，真的很强了吧？那是认同我一下，太神啦，布鲁克林三尖枪。今天这场比赛非常非常精彩啊！一方面是我真的是完全进不了球啊，前面那一段时间，后面那段时间，然后不停的被这个 Jimmy Butler 不断的弄犯规啊，弄到我整个心情不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啊。Hey, what's up? It's Shaq. Listen, you've been on one the last few games. Wow, what do you think you have to do to sustain this level of production? Shaq, man, the best has yet to come.I know you're gonna kill me for saying that. I'll probably go in a tank the next couple of games. 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感觉起来这个动画看起来很模糊啊？ The confidence in my abilities, the abilities of my teammates. This has been a good run for me, but it's only gonna get better going forward. 为什么右边那个画面看起来 FPS 这么低啊？ Going into the tank, the fish tank or the gas tank? Back to you, Ernie.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比赛。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这个地方。如果各位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下方订阅，别忘了小铃铛，跟我们最新的动态。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